耶利米书第五章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，在宽阔处寻找，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，若有，我就赦免这城。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。耶和华，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？你击打他们，他们却不伤痛；你毁灭他们，他们仍不受惩治。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，不肯回头。我说，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，是愚昧的，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。我要去见尊大的人，对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。哪知这些人齐心将轭折断，挣开绳索。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，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，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，凡出城的必被撕碎，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，被盗的事也加增了。我怎能赦免你呢？你的儿女离弃我，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，我使他们饱足，他们就行奸淫，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，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。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？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？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，但不可毁坏净尽，只可除掉他的枝子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兴诡诈攻击我，他们不认耶和华，说这并不是他，灾祸必不临到我们，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。先知的话必成为风，道也不在他们里面，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：因为百姓说这话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，使他们为柴，这火便将他们烧灭。以色列家，我必使异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，是强盛的国，是从古而有的国。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，他们的话你不明白。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都是勇士。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，是你儿女该吃的；必吃尽你的牛羊，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，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。就是到那时，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净尽。百姓若说，
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，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，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。当传扬在雅各家，报告在犹大。愚昧无知的百姓啊，你们有眼不看，有耳不听，现在当听这话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？我以永远的定力，用沙为海的界限，水不得越过。因此，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？波浪虽然翻腾，却不能逾越；虽然喷轰，却不能过去。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，他们叛我而去，心内也不说，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。他按时赐雨，就是秋雨春雨，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，永存不废。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，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。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，他们埋伏窥探，好像捕鸟的人。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，笼内怎样满了雀鸟，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，所以他们得成为大，而且富足。他们肥胖光润，作恶过甚，不为人伸冤，就是不为孤儿伸冤，不使他亨通，也不为穷人变屈。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？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？国中有可惊骇、可憎恶的事，就是先知说假预言，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。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，到了结局，你们怎样行呢？第六章。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，在提哥雅吹角，在伯哈基林立号旗，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。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，我必剪除，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，各在自己所站之地使羊吃草。你们要准备攻击他，起来吧，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。哀哉，日已渐斜，晚影拖长了。起来吧，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砍伐树木，逐垒攻打耶路撒冷，这就是那该伐的城，其中尽是欺压。井怎样涌出水来，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。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，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。耶路撒冷啊，你当受教，免得我心与你生疏，免得我使你荒凉，成为无人居住之地。
比掳进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，你要向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，回首放在筐子里。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啊？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，不能听见。看哪，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，不以为喜悦。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，难以含忍。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，连夫带妻并年老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。他们的房屋、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。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，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惭愧吗？不然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。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，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致跌倒。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古道，哪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。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他们却说，我们不行在其间。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，说要听脚声，他们却说我们不听。列国啊，因此你们当听；会众啊，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。地呀，当听，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。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训诲，他们也厌弃了。从示巴出的乳香，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，有何意呢？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，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，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，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。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，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，他们拿弓和枪，性情残忍，不失怜悯。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。西安城啊，他们骑马都摆队伍，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。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，手就发软。痛苦将我们抓住，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。你们不要往田野去，也不要行在路上，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。我民哪，应当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。你要悲伤，如丧独生子，痛痛哭嚎，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。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，为保障，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。他们都是极悖逆的，往来缠绑人。他们是铜，是铁，都行坏事。风香吹火，铅被烧毁，他们炼而又炼，终是徒然。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。
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